黄浩信呢日出席综艺节目录影，提到主演嘅新剧《解决师》将会紧接神剧《金宵大厦》播出。不过有传唐诗咏因为太过入戏，所以喺片场都对黄浩信唔抽唔彩。我其实由上一次嘅宣传咧，我先知道原来佢系当时系冇嬲到我嘅，原来系入紧戏嘅。咁所以但係睇翻片，我覺得個效果好逼真。咁同埋我都大致上都估到佢嘅。咁當時喺現場都問佢：喂，做咩啊？咁樣佢依然都係好喺自己嘅世界，非常之投入咁啊。咁啊，我覺得出嚟效果都好好嘅。咁最緊要都係咁嘅啫。太太陳志瑤最近都忙住拍劇，而家黃浩信又要忙宣傳，女女會唔會投訴啊？爭嘅東西不說。